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准备，三二一。宠粉计划你自己有冇安排啊？冇啊，但系啱啱见到大家玩得咁高兴，就一不做就二不休啦，等大家开心啲啊！咁呢个海洋之心呢一 part， 你自己即系见到啲 fans 都起红。廉价版嘅海洋之心同廉价版嘅 Jack 喺度啦，咁就嗰时拍呢一个 MV 嘅时候，咁我第一下见到呢个海洋之心嘅时候，我系问 Oscar 咁犀利嘅，可以揾到个咁似嘅，咁佢就同我讲话点样揾翻嚟，同埋几钱啦。我就话劲，咁低 budget 都可以揾到个咁似嘅嘢。跟住就不如将呢条链你哋唔系有个活动咩？不如嗰日送俾 fans 啦。我话 OK 喎，你哋专系拣啲平嘅送出去嘅。我话 OK 啊，因为我觉得嗰件事系个意义重大啲嘅，因为佢又喺我嘅 MV 曾经度出现过，同埋我觉得呢啲都系物轻情意重嘅，即系大家最紧要攞个意义嘅啫。你未试过喺个戏院度做一个 MV 首播嘅活动噶嘛？未啊，第一次啊，啱啱第一次喺戏院咁大个银幕度睇自己 MV， 都几得意个感觉，因为真系睇戏多噶嘛，同埋有少少尴尬啊，开头唔知点解放到个头咁大，因为你以前拍戏即系可能之前十二怪度嗰啲。即係你都可能喺個框入邊細粒啲噶嘛，但係今次咁大個頭懟埋佢咧，即係4K 無孔啊，咩都睇到啊！但係即係可以同啲觀眾或者你啲 fans 咁近距離接觸，係咪都好開心？一齊睇你嘅成品。咁當然啦，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哋都少喺香港啦，走後啱啱咁就難得可以有公開活動出嚟見下，大家都係開心嘅。啱啱有啲尷尬喎，係咪？咁同個 fans U jump I jump Rose。你惊佢出唔到戏？系你系咪都担？唔系，我一定有个，因为我啱啱开录送完海洋之心之后，都有谂过会唔会玩得太大嘅，即系都要保护翻另一位 fans 嘅人身安全。咁如果 U jump I jump 埋嘅话咧，咁嗰度可能会拦铁马噶啦，我惊。咁所以就唔好啦，都系少少地有个意思就算数啦咁样。我想问下今次嘅 MV 咧，咁多场景咧，会唔会都 budget 好大，同埋会拍得好辛苦？今次呢个 MV 咁多个场景 budget 大唔大，我就唔知道，我冇参与到 budget 呢一 part， 但系就唔算好辛苦今次拍，因为前期 Oscar 嘅准备做得非常之充足，即系已经搭好晒景，好清楚嗰日个流程点样拍，所以其实今次拍就真系唔算好辛苦。点解话要搞咗两年？因为两年前咁就有呢首歌嘅构思起咗啦，但系当时就因为发生啲事，我就中断咗我出歌嘅计划。咁就到上一年想再出翻歌嘅时候咧，就我要因为做 show， 我要出快歌为主多。上年所以就亦都将呢一只慢歌就再搁置多一年，去到今年先出。终于见到佢出世咪啦，系啊，咁交集。同 J 早排录音嘅时候都有讲呢个话题，喂，两年啦，呢只歌终于依家我哋今年可以面世。我开头有少少唔好意思嘅，因为始终都拖咗一段时间啊嘛，即系开咗个 group， 中间又可能有半年系空窗期，大半年空窗期冇讲嘢咁样。今次在呢一年再重拾翻呢个计划，我觉得好开心，亦都好高兴可以同 J 合作，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。系啊，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咗第一日嘅排舞，依家其实。主要真係全力係 for 演唱會嘅訓練、排舞啊、練歌啊、做 gym 咁樣。壓力就有少少啦，但我覺得依家係一個正面嘅壓力嚟嘅，因為嗰個少少嘅壓力係 push 到自己更加去知道有啲乜嘢要再做好啲，準備多啲。你個增肥計劃點樣？增肥計劃就暫時都仲係，都係麻麻地，冇乜肥到啊！我有盡力唔好俾自己瘦太多咯，但係因為呢排排咗舞之後個運動量都大，即係消耗都大，所以肥就真係冇乜點肥到，但我盡量唔好俾自己再瘦太多。咁有 fans 即係話你呢排活動咧都成日戴住眼鏡，即係個眼嗰個問題。眼仔就是之前因为我有这个眼干症，即是望强光会有少少辛苦，所以最近我都是第一次见我戴这么多太阳眼镜，即是不是因为真的只是想有型的，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条件，但是因为真的只眼仔有时要保护一下，因为望得太久强光它就会飙眼水。那演唱会那里怎么算？所以现在就是养精蓄锐，在一个演唱会里
啤实大家。真系养精。系啊。犀利喎！大家听到眼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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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thank you。又冇喎，反而我就真係冇乜，呢排真係太专心准备演唱会，同埋好多嘢搞，都冇时间諗其他嘢。因为演唱会有少少高难度嘅动作啦，咁就真係要花啲时间去练熟啲，如果唔係就会有啲危险，所以真係唔係好得闲諗其他嘢最近。但皮皮嗰件事好似连续剧咁，日日都有事情发生，你有冇自己睇法？我冇特登自己开嚟睇，但係有时即係 social media 佢点都会弹啲出嚟，但我真係冇乜去深究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呢个始终都系两个人嘅事，咁我亦都唔评论太多啦。咁就我自己都真係要忙咗最紧要嘅事，就係下一个月嘅 solo con 演唱会先。我觉得暂时自己个 to do list 嚟讲冇嘢比呢个演唱会更加紧要，所以我点都好一定要将自己最大嘅专注力摆晒呢度先。有冇抽时间关心阿皮皮佢？我哋有通过一次电话嘅，亦都大家有轻轻咁交谈过呢件事，咁我亦都知道佢有一定有佢嘅压力啦，咁我亦都希望大家会俾多啲空间佢，咁我亦都唔评论太多啦。咁但其实你同 Christy 系点样认识？我哋大家系有啲 common friend， 即系可能就跳舞讲下啲跳舞上嘅 topic 咧，之后就冇乜讲太多嘢啦。我平时都系 IG 嗰度，即系可能见佢有 post 先再即系 reply 佢。要真係可能咁啱喺啲彈出嗰啲通知，可能咁啱經過 story 見到望，真係覺得有興趣覆咁咪覆下咯。但以後可能我都經過今次呢件事，我都會再網上可能同人傾偈啊，或者點都我都會再小心啲。但本身冇同佢 WhatsApp 傾下偈之類，冇喎，冇喎。咁但係佢話你追佢，你會唔會係即係你覺得你自己做咗啲咩鬼 ？Happy New Year！ 我都唔知啊，啱啱嗰度有千幾人嗌我老公啊，嗌我阿媽奶奶啊。所以我想我都很难去逐一去交代，所以就是啦，这件事我就真的不再评论太多了，因为始终都牵涉到其他人，那我就是 focus 自己的东西， focus 我的演唱会， focus 我今天新歌。那人家说觉得你好像追过他，那你有没有？我自问就没有的，那我也都不评论太多，那就希望这件事可以迟点快点过一段落啦。那这个呢就真的IG 咧成日都會好容易有啲問題，我早排都試過 follow unfollow 個花姐一次啊，因為我都唔知道，因為係我一排咧係個 IG， 唔係因為係 IG 咧，佢一段時間佢係會，佢早排係唔知咩事，我 block 咗啲人，同埋 unfollow 咗一啲人，包括我啲以前嘅朋友都有問我，哎做乜 unfollow 咗我都唔知道。咁可能係咧有時，隻手指肥嘅，咁我覺得我覺得 social media 嘅嘢就大家。唔係太認真啦，因為我覺得一段朋友嘅關係又唔係靠一個真係真正同佢係一個朋友，唔會係因為 follow 唔 follow 而就唔係朋友噶嘛。我覺得，所以就唔好俾呢個問題放太大去影響咗。即係你冇追過佢咯喎。Sorry。冇追過佢，即係會唔會請花姐食燒雞賠罪啊 ？unfollow 係咯。咩啊？食燒雞，即刻 follow 翻我㗎啦！我即刻 follow 翻佢㗎啦！喂，但係我嗰時唔即刻 follow 翻佢，我依家企到喺度，真係啊，叻仔嚟㗎嘛！我觉得首先不好意思，就今次喂搞到阿婶啦，因为无啦啦个新闻发黑到唔知点解会影响到佢。咁我都有同佢讲一声唔好意思嘅，我话最近新闻影响到你，咁佢都复翻我一声就系演唱会准备加油啦。因为我觉得同佢就一直都大家知道我同佢识咗好耐，都系好朋友，由以前入行玩比赛之前就识，跟住做同事。咁所以我觉得不想牵涉太多人下去，亦都无谓令到咁多人去卷入呢件事入边，所以就希望大家唔好作不必要嘅猜测啦。咁佢话你个真命天女系一个 KOL 嚟嘅，你自己又点去睇呢件事咧？我觉得就即系我朋友都真系好多嘅，亦都好多 common friend 有时会出嚟食下饭，咁所以大家点佢点佢咁样觉得就佢嘅事啦，所以我就我都系。如果我去我繼續我嘅生活，有我嘅朋友，有時出去食飯，即雖然入咗行之後，有時出去食飯都會避忌下，但係都唔可以成日都係咁噶嘛，所以就盡量 keep 翻自己有個正常生活咯。咁其他人講咩我都控制唔到。大家都關心你嘅感情狀況，咁其實而
拍拖或者依家就冇嘅，我依家都真係只能夠專心工作同埋專心我嘅演唱會。咁你作為一個即係 Mira 副隊長，你會唔會覺得今次呢件事其實都影響咗你哋嘅形象？我覺得事件發生都唔少，對任何人都一定會有。我重新獨立過呢、這個。我覺得呢件事發生咗之後，唔多唔少一定會對唔同嘅人有一定嘅影響嘅。只係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解決呢件事，然之後就繼續翻自己嘅生活，好好專注翻你嘅工作。應該傳聞話阿皮皮嗰啲新劇戲份都要剪咗，即係減咗嘅。咁你有冇聽過係公司有？我真的不知道、我職位真的牽涉不到這些東西。膊頭有花都不知道。這個不是去到膊頭有花了已經真的不行了。但我想問一個問題，你見到這些對話被人截圖拿出來的時候，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而興起一些人，即是認識新朋友的人？經一事就長一智啦，那就以後做些什麼都一定會更加小心的，始終自己是一個公眾人物。但現在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你同會見面尷尬啊？咁嗰啲啊，又唔會尷尬嘅，始終大家都係兄弟。咁其實你係幾時知道啲事同皮皮一齊，即係佢公佈嘅時候，你先知定係之前佢有同你講？佢公開之前有同我哋講嘅，但係佢實質個時間我就唔記得咗啦。佢知佢拍拖，但唔知個女仔係邊個？有講，一齊嘅時候有講。即係佢，總之佢對外公開之前係有同我哋即係內啊公司一定係有講聲先嘅。平時你同阿皮皮嗰啲喜好，即係中意女仔嘅條件會唔會都差唔多？咁又唔知喎，我哋冇乜傾呢個 topic 喎。冇啊，冇睇到哇，靚女喎，靚女喎，咁咯，差唔多啦。就一睇好難聽到呢樣，好難聽到，好難聽。咁我覺得。你哋望住许光汉都哇靓仔喎呢个一样一样，但我话俾你听，你有时要望一望，喂 A K 都几靓仔，支持下本地啊嘛，支持本地噶啊 ，sorry 咩咁啊 ，thank you。